也很快，林志杰过了红旗招之后往里头切，哇哦，单手的出手打满得分，交给林志杰三分线拔下跳投，空心球，林志杰是连拿五分，球优势非常的明显，你现在在场上的高度甚至他们的拼劲啊，都比我来的练队来的好。志杰三分线又是一步半地方出手，哇！林志杰又是拔起来出手，又来一个三分球，赶快再把球交出来，林志杰，太可怕了 ，unbelievable！ 哇，已经飙下16分了，三分线是四投四中。刚刚这个三分球呢，一飙进去之后啊，就可以看到这个，会感觉到韦莱列队气势又慢慢上扬了。所以呢，台币要赶快喊暂停。那这段时间呢，林志杰可怕了，攻下了有16分的分数，包括4个三分球在内。直接进攻，林志杰，朱祥伟的防守让他过了，林志杰，哦，妈妈咪呀，这样。我们来看一下林志杰刚刚这个太可怕的拉杆了。他明明可以好好上，对他，大家以为他要右手去勾的时候，他往下再做一个拉杆，等于是有两。明前面给球，林志杰停下来转身，再拉杆出手打满进。机会，野兽现在20分的进账。第一把罚进。所以的确，从板凳席上面看到呢，坐在椅子上面都是韦莱列队的大个子，这也说明现在。韦莱列这个内线呢，也真的是战力比较缺乏的。野兽现在朝着他平均季赛得分来迈进，今年球季的平均得分24.3分，现在已经拿到23分了。来这一罚没问题，已经24分的进账。第二罚的机会有了。今天最害怕看到球员传这样的球，对，因为你可能要越过2-3个敌对的球员，的确，甚至刚才球还经过篮筐。野兽得分现在26分了，加上这一分27分的进，野兽林志杰这球进来之后左手一棒，台币也是2个控球后卫，野兽的外线三分球，这个球太远喽，野兽。再闪到篮底下，许成文，许成文也得到2分，冰箱就是吨位大，什么都不怕。刚刚一个 no look pass， 然后交给冰箱，许成文再来一下，恭喜许成文，交给野兽林志杰三分线，拿到了35分了。过去1分钟都没得分呐。对，如果现场观众一直鼓噪破百，有了，就有林志杰破百了，台啤拿到100分，林志杰要灌篮了，最后一集让他完成了，拿到了39分的分数。